院长好，接续江委员说，你们的研究人员是不是担任民营或国营事业的董事或监察人呢？我举两个例子。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谈话性的节目，他说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宋楚瑜去一个所谓的比较高官的人的生日宴会上面，结果去了以后呢，在场有很多的商人，有企业界的人。那宋楚瑜他本来认为说，如果以蒋经国的标准，他是不宜坐在那边跟他们参叙，但是人来了不好意思就坐下来吃了一顿晚饭。第二天报纸有登出来说某某人生日有哪些人参加，结果宋楚瑜被蒋经国叫进去臭骂一顿，他说有商人在场，你公务人员怎么可以跟他们参叙，以后碰到这个事情要回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要讲是马英九他担任市长要选总统，但他的姐姐担任一个药厂公司的主管，结果到最后也被批评得体无完肤，好像甚至那个药厂还因为某个因素被罚款。我要举这样的两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基本上学术归学术，生意归生意，企业归企业，照理讲应该要有所分别。而你们现在甚至要修法，要把学术研究或科技研机构研究人员为因应科技移转需要，经服务机关核准者，得以其专业兼任国营或盈利事业机构或团体之董事、监察人或咨询人员。对，啊，你学校长兼公证啊，家己研究完了，家己来做这间公司的当属监察人还是咨询委员，那这种关系可复杂哎。学术这么清高，我中央研究院一年花了100多亿给你们做学术研究，养了7000多人，结果你们去做学术研究完之后，再把这个科技再拿去国营或民营事业单位里面，说难听的暗盘不知有多少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结果呢，再给他一个职务，监察人或董事或咨询委员，嚯，安尼真正是贪汉塞克啊，家家安嗲。对不对？赚薪水拢家己个，有头好康拢家己。但是呢，那今仔日要用的薪水基本领，拢是政府家己出、家己保障，不宜吧？院长，我觉得很不宜耶。我想郭委员在谈的是那个利益冲突的问题。那你不觉得这会有利益冲突吗？对，所以要有利益冲突的规范。怎么去规避利益冲突？对，这个我们中央研究院有这个规定哈。就是提供技术者他怎么样跟这个授权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，那个是非常重要。刚刚委员讲到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在整个技术移转的这个过程，假如技术提供者他没有办法帮忙的话，投资者是不会进来的。好，技术移转帮忙一定要担任董事吗？一定要担任监察员吗？一定要担任咨询委员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这个技术要移转到，因为你们授权、你们的合可，而到某一个公司里面，你可以用专业指导啊，更高尚、更有尊荣啊。为什么要当董事？对，如果董事你去开了会领车马费呢，算不算利益的那种回避里面的不妥之处？我想这个是这个公司法的一些规定啦。是啊，就因为公司法有这样规定，所以我才认为不宜嘛。对，假如是董事有酬劳嘛，有车马费嘛，监察人有车马费嘛，咨询委员应该也会有嘛。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民间企业，我可能呢，我来认识中研院里面的科技人员、研究人员，你帮我研究什么物件，我们两个自己有暗盘。完之后，等你时机成熟以后，没关系，你就到我公司来担任董事，把你的物件提来给我。嗯，真正用国家的钱、用政府的钱所研究的物件，给民间利用，啊，你要过去大辣辣的、赤辣辣的，这么堂而皇之的去担任董事或监察员，你们都敢送到考试院去？我要说，如果送到大院来，我要持反对意见。我觉得你们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合理的交代，他这样。完全不回避的一个情况，你说今天一个公务人员担任主管，他要到民间企业相关的企业，都要有几年的回转门，3年5年不等的回转门，
你们没有哎，自己研究出来之后，马上拿去这一家公司，只要有人要，我可以担任另外一个董事，另外一个监察人，又兼差哦。我在那边谈，你个比这边还多。对，我想研究人员担任这些职务都没有薪水的啦。那这个是，这个是一定要调低啦，你也高追哦你。嘿嘿嘿，是用白纸写黑字的哦。不，国际。白纸写黑字写清楚吗？讲啊，你来是我给你五千、八千还是几万？不会的啦，那个会有暗盘的啦。这个就开头行李有人做，了钱行李无人买，安尼你了解吗？暗盘还是违法吗？啊，违法，等你查到人退休啊啦。对了，那哇，这个是国际上所有公司都是这样在做了哈。那我们假如在台湾，假如觉得这个是不宜的话，我们会慎重去处理这个事情。我认为，如果你们要慢慢来的话，国营或许非常非常勉强，还可以再探讨。如果是国营，至少它是国营，它是国家的，它是贵为国家所用。OK， 或许还有一点讨论空间。民营机构也可以，那真的是不宜，真的不宜。我很详细读了你整面的书面资料。我很详细，我一看到哇，错一条呢，好奇怪！现在中央研究院变中央研究院公司，哈，中央研究院育成公司还是养成公司？没有了，这个不是中央研究院的，这一些公司都是民营企业。就是嘛，那你用听阿伯我的意思，就是因为你是这样，你要高上，这样你要崇高的一个身份地位，民营公司也当跟您这样，你进队当接上线结合，我才觉得不宜了，要慎重了。好好，好院长要慎重了。我想我找个机会好好跟各位。我又看到了，我是很用功的，我看重点拢够给你做笔记的了哈。来，你这边写说要增列第31条。将有关本院研究人员及研究技术人员之薪级、保险、退休、抚恤以及资遣等事项明定用现行的法规，但是聘任、请假、学术研究、绩效、奖惩事项由本院院务会议决定。保障的拢政府你也甲我保障好好，但是要哪聘任啊，要安怎请假，要从人阮家己决定就好啊。啊，这为什么要？现在就是这样做啊。聘任的时候是中央研究院在审查。现在只是要把它法制化了，在、啊、你早就偷跑了嘛？对，你们还没有法制化以前，你们就这样做了嘛？所以你现在是就地合法，还是送到，还是要依照这个政府规定嘛？所有的是啊，政府没规定你这样做，你们都这样做了。没有这个前提就是照规定，但是要写清楚说授权中央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过去也这样做，也没写清楚，你现在不需要定啊，你们就这样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定？你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为什么要定？过去也这样做啊，也没有明定，没有白纸黑字写清楚啊。啊，现在为什么要立法？为什么要修订？很多事情习以为常在做，其实但是没有法源的话，我们对嘛？你们也觉得这样子不宜嘛？没有保障，万一有一天觉得这样不宜，你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希望在组织法明定这个过程是。啊，那你就是先斩后奏嘛。你们就自己决定就决定了，也没有人管你们啊！现在习以为常，所以现在变成说啊，早就行之多年，所以现在干脆把它立法保障。不是说要保障，委员意思说你都没搞笑，我嘛是安尼啦，笑是假啦。不是、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事就，经常会说啊，比照大学来做，那碰到另外一件事说啊，比照这个哪个单位来做，我想这样是。不适合，中央研究院应该有一套他怎么样聘用人员的这个制度出来。好，那为何行之多年都不去更改，不去动它，现在才要拿出来？为什么？时机是最恰当的吗？我想这个早就应该做了。是啊，那为什么过去都不要？你也不知道，因为你自生化科技比较专精。不是，我想这个是过去的做法，现在我们回想起来，假如真正要有效力或者说有一个依循的话，在组织法里头，假如明定怎么做怎么做，我想大家就会比较清楚。好，那我再请教你，回想起来是你想到呢，还是下面人往上呈报的？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都不动，现在才动？我想要了解啊。
我想要了解为什么现在才是一个最佳时机，才是需要拿出来。我想不去动也可以啦，就是太哦，那就不要动嘛，你干嘛你要动它？我想每一个学术机构都有它的一套制度啊，那这个我们中央研究院也希望能够建立这个制度起来，以后碰到事情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规范在那边。好，对这个部分，主要的目的在这里。对这个部分，你们要怎么样去明定法律规章？我没有特别的意见，但我希望你们要出来以前，要征订条文以前，我希望你们考虑清楚。对，有样看样，无样嘛袂使家己想，自己要编一套是不行的。你要去看看其他周边所有公务机关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也希望是你比较。这个主要就在谈那个啊，就是譬如说要聘用一个研究员，我们就要比照学校教授的这个资格。好，那你们比照归比照，我们一好这个部分我不想再跟你多浪费时间来谈，我要谈一个，你们说那个中研究院一直过去一直要收学生，收博士班的学生嘛，对不对？过去有提啊，我现在没有提。是，那你们现在还是有啊，你们还有很多博士生不是吗？那个是学校的，不是中研究院。那他以后的毕业的。是学校的学位，学校的学位，只是到你这边来做研究工作，博士研究。对，因为我们的研究员有的跟学校有合并啊，也是学校教授。好，那现在你们，我看了一下你的书面资料，你总共有7400人，其中学生占了1887人，占了25%，那些学生都在哪里？学生在研究的时候，大部分在中央研究院。大部分是什么样的部分？但是上课的时候。有的是在学校上课，有的是在中央研究院上课，就是看这个教授他在属于哪个单位，他在哪边上课，所以学生有的时候会比较辛苦，因为他有时候要跑学校，有时候要跑中央研究院。不过一般来讲，他修课完了之后专心做研究的时候，都会专心在中央研究院。好。你不觉得占了25%算比例很高，还是可以更高？其实还可以更高了。假如看我们的这个研究员的数目哈。好。对。我最后要提一个是，我们的副院长叫王慧君，是不是？有三位副院长，王慧君。有没有一位叫王慧君嘛？有。有一位叫王慧君，他有一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药，现在说可以杀死那个肿瘤的癌细胞。那个高达200倍啊，哈，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啊？我没有听过王慧君发明这个药。哦，玉定哦，啊，你比我较无内行，较无通。王慧君到底家？哦，来，你有这个发表不？来来来，讲一下好不好？那个主席麻烦，同样比照办，你给我2分钟。好，加2分钟。哦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跟这个伊利诺大学一位教授合作的，最近有一篇论文刚刚发表，在这个美国的化学期刊，就是我们叫做 JACS， 啊，因为刚刚出来这个我昨天也才收到这个讯息了，我的。哦，那我很厉害哦，你们昨天收到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当事人昨天收到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很佩服啊，这个因为我的合作者啊，这个叫做 Eric Ofield 这个教授啊，他自己开了一个。说明会了啊，所以报章在什么杂志上登了这个消息，我昨天我们的同仁送了一个这个消息给我，所以我才知道。是，那这个如果能够杀死那个肿瘤细胞哈，可以抗癌有200倍之高，是不是赶快拿到国内来用啊？国内现在癌症一大堆。我这个是初步的发现而已哈，虽然已经发表，但是真正要变成药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哈。那当然，我们可以考虑。你没暗岗呢？啊，你没暗岗呢？没有什么暗岗。你没你啊，中华民国的薪水要提起有美国人用。当然没有，我们有很多的发明，正在努力在我们国内要开发。这个你有参与嘛？所以如果真的成熟的时候，是不是要优先拿到国内来，也回馈国人？这个都可以谈，这个都可以谈。都可以谈而已哦。没有，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。啊，你本身就智慧发明者啊。一部分一部分，是啊，那一部分我买一档盖崩。有另外一个案子，我们正在跟圣地亚哥跟这位教授正在谈，好，是不是在国内国内有一些药厂有兴趣来开发，但是这个开发要花很多钱，这个不见得每一个药厂都愿意做啊，所以我们有在这方面正在很努力在做。是啊，你这一点都不知道。
没有，这个是昨天才出来的，所以啊，还来不及跟院长报告。还是院长，你会跟院长讲吗？啊，会，当然他。啊，我今天不跟你讲的，你暗讲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了，这么严重了。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了哈，我也表示肯定跟钦佩，也希望能够拿回国人哈，让国人能够免于痛苦。